到釜山呢，我们这次是跳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呢，每次大家来呢，经常都只有玩釜山。其实釜山附近的很多海鲜呐、很多美景呐、都值得我们去玩，对不对？那么一到釜山呢，我们一定要去吃好料的。没错，肚子也饿了。俗语说得好，有一句成语说得好，怎么样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釜山行。在我上都可以用，我们山行。我上次去日本山行也用了这个成语，来到釜山也用这个成语。那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用？啊？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用？你讲，我就觉得你可以接到这个，我就觉得你是很厉害。好，我们知道。还没讲完。来韩国釜山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参鸡厉害的地方在哪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家店已经是50年的老店。到了韩国，人参产品只能说是无所不在，不论是生茶、生片，还是经典必吃的人参鸡汤，一年四季都是高朋满座。因为这家50年老字号的名店，高温炖煮的鸡汤非常入味，但肉质却依然保持软嫩不柴。最厉害的是，他们还开发了特殊的新口味，到底会加什么进去呢？你看这个鸡，这个肉，放进嘴巴就只剩骨头出来，是吗？你不要破，不要破梗，好不好？要这样吃，你看，怎么样吃？肉骨头立马分离 ，magic。哦，这个肉已经炖到那个软绵到，尤其是鸡腿的肉，看鸡腿肉一般会比较有 Q 劲，比较有嚼劲，它炖到已经是非常入味，然后。沾着人参的香气，糯米的香气，哇，这个腿好棒！这一锅呢有另外一点点不大一样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光看汤的颜色就汤的颜色不一样，它是比较乳白，它有点偏黄。哦，你看，它够稠嘞，这还得了？你看它加了什么特别东西？是什么？这个味道蛮特别的。真的？哎，不是，跟这个汤头完全不一样。哎呦，我知道了。它加了什么？绿豆哦，难怪颜色会有点这种偏绿偏黄的感觉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？为什么你知道？就我刚吃到一颗绿豆。是的，为了综合性质比较燥热一些的人参，这家店别具巧思的用绿豆取代糯米一起烹煮，有点沙沙的口感，非常特别，味道也比较清爽，很推荐体质偏热的人来尝尝看哦。韩国有将近3000个大大小小的岛屿，今天的南海圈跳岛旅行就从丽水的釜山岛出发吧。接下来这个点厉害了，是哪里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看过 Running Man。我知道，这是个 Running Man 的一个场景。然后我们要到那个地方，我们要到那个岛呢，要比较特别的方式过去，因为我们这次要跳岛旅行，游过去是。到底要怎么过去呢？来，我们的跳岛旅行呢？哎，灯塔。哎，这只是灯塔吧？灯塔。这感觉是黑水沟哎，我。好，我想。八九不离十，就是坐船过去了。对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准备去搭船 ，Let's go。走。哎呦，往前走。走。哇，原来是坐缆车。推中哥喽，哎，不是啦，丽水海上缆车可是韩国第一座连接海岛跟陆地的海上缆车，搭这个去找灯塔超快的。但是我们在车厢里特别准备一点小小的沙秘书，戴个眼罩忍耐一下，惊喜马上登场喽！好可怕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来，往前走。
对呀、啊。紧张哎。眼睛给我张开，龟甲船大桥的风景这么漂亮，这忙着惨叫也太浪费了吧，完全透明的车厢丽水港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在这里看夜景肯定是浪漫满分哦。